是要工作还是要爱情？这个里面没有对错，没有是非曲直，都没有，顺其自然好了。深圳需要这个工作，家庭需要，去呗。北京你心之向往的城市也觉得不错，去呗。你们俩的这个情感该谈谈吗？不要给自己画地为牢啊，你先谈着吗？我们搁下争议，开开心心的真实的面对你们现在所处的情感，往前走就好了。所以别那么凝重啊，就开开心心的毕业，都找到了很好的工作，奔去嘛。好了，接下来一起进入那几天喝古方红糖真情六十秒。你总是说我变了，说我不在乎你，不爱你了，但其实我并没有变啊，我一直都特别特别的喜欢你。虽然现在我们可能因为异地要短暂的分开，但是我相信我做的那些努力你也看到了。我想你可以给我一点时间，我可以先在这边工作，然后我尽力的去北京发展，尽自己的努力给我们俩一个未来，给你一个家。我觉得我们八个月的感情不能因为简单的异地就这样被切断了，所以能不能不和我分手？我觉得要是我觉得你在我身边，好，时间到才是在一起。请亮灯啊，谢谢两位，请回吧。请关门，来看看他们的选择吧。请开门。来，抱一抱，就当作从没有在一起。怎么了？抬起头嘛，你也没做错什么，你们俩都没做错什么，只是选择了各自在这个人生阶段最优先要选择的一样东西啊，是不是？还有话跟他说吗？就希望他过得好一点。哦，好好好好，回去吧，加油小伙子，去吧，谢谢啊。